哎、欸，泡泡没喽。嘿、欸，我就知道你想干嘛。怎么？哎、欸，去干！小蝶。你们知道我今天为什么穿这件衣服吗？不是因为它是绿色。我每次穿这件衣服都好吃。我每次做那些古装还是什么。去年周年也穿这件，真给你看啦、啊。你们可能有些人忘记了，但我记得。天堂真的陪我度过很多难忘的夜晚。给你们看，两年前。我两年前，我两年前也穿这件衣服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以前好瘦、哦，我那时候血压应该有过130，没有，比较年轻可能只有120，现在真的老了。去买件新衣服吧。谢谢光爸爸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我马上上网买，我上网买衣服网购，谢谢光爸，谢谢光爸，知道儿子没衣服穿，知道天冷了，我操，光哥，好感人的光哥。谢谢光哥，你真的是我再世父母，这5000块我一定会好好的利用，我一定会请和修假和爸光哥再买一件给我，我可能会买个长的长袖吧，冬天到了买长袖，是买这个，哎，这个蛮帅的，可是我出门会懒得再穿一件，哎，这个，哎，我喜欢这件，放屏幕，嗯。UNGLE 是什么 ？UNGLE 光哥，我只是想江狗干嘛？我一件穿江狗，一件你写高配啊？哎，富贺在对面，富贺有吃药吗？我想知道他吃药了没，来决定要不要跟他。他没吃药，好强哦。他跟小蝶在卖，哦，他跟小蝶在爽，真的吗？屁啦干！哎、欸，小蝶怎么这样摆啊？我一定要狠狠的拆散他们。小蝶撞到同学被打烂棺材，哎呀，他只是刚好要棺材了。现在抬得起头，好不好？稍微有点知名度的实况组，不会这么玻璃啊。我们能走到现在，凭的是什么？凭的是一颗刚毅的心，知道吗？我们不会因为一盘被打烂就脑袋弯。所以你跟小蝶不好吗？不然我怀疑你想搞小蝶。我跟小蝶好，但是我不想看他跟富贺好，我见不得他们两个好，可以吗，光哥？你承认想搞他就好。我对小蝶确实，我确实想搞他。对，不是，我搞他，我才能拿头上分啊。这样也不行哦。我明天看可能不能骂脏话，先跟大家讲一下。那我妈明天就来了，明天开始我们不能再是一个狂浪的打野了。明天我们要 cosplay 孝子，我可以接受。关关关关关，行不起来，这波负荷大意了。他早点王卡那一场应该是不会死。输了没事，在少妇面前搞小蝶，不。你要拆散他们呢，你必须搞富贺，你不能搞小蝶，你要让小蝶觉得，哦呦，这打野对我好温柔。哎呀，富贺怎么这么菜，随随便便就被杀爆，这样我怎么玩？这样才能拆散他们，懂不懂啊？什么在富贺面前搞小蝶？我们现在非常的巨大，超级巨型螳螂 ，Yes here， 联络吧。是吧？无情单杀，可怜，打野差距，看到没有？江狗 get， 单杀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送头、哦，你好离谱哦，你好送，哈哈哈哈，光吃的臭脚丫，哎呀，真的臭，你臭死你队友了，怎么会这样打啊？来，帮，杀掉，小蝶，对不起，我没杀你哦，小蝶，我没打你啊，小蝶，我真的没打你，我真的不忍心打你，小蝶，
还是蛮新奇的，真是一个谨守本分的女人，真的是。很多人看到啊，这个新石被乐福了，哎呀，烂了就不出了。小蝶不会，小蝶照买。你想想看啊，那些刚新石改烂，原本该买新石人不买，这种人娶回家会发生什么事？他看你没钱没事，有一天他就跟你离了，知道吗？要找女人要找小蝶这种，哪怕你变烂了，他都对你不弃不离。哎呀，他们都没上。小蝶，不好意思了，小蝶对不起，忍痛出手，小蝶，不是红着眼眶砍下去的，见面直接上。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我讲得这么渣？我也有点前戏的，我在这个三角地带磨蹭了一下，我才插进，不是，我才上的。我的刀呢？去你妈！等到了，打野杀去，兄弟们，看见没有？我知道蹲点了，是你有看台也跑不掉的啊！晚三哥，哎，定到了。嗯，干嘛？自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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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！再拉扯 ，Q 不掉。去拿龙，你们队长。哎，等一下，不行，我要的远远不止这样，我要把你解去吃干抹净。啊！这波嘛，有点乐极生悲。我换边发球，哎。嗯，为什么啊？刚杀人就隐形跑掉啊？刚好靠背哦，蓝凯，你这么玩，哎，这样三龙要没了呀！哎，注意哦，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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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舒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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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杀掉吧！操你妈！杀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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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大龙啊，有大龙啊，大小龙同时出，肯定是大龙吧？来来，请来不及吧？怎么小妖？反正你好智障啊，你这个干嘛？哎，大龙要被抢了呀！哎，他没中级哦！哎，他耍智障啊！他赶紧耍智障啊！赢了。干你娘！直接秒啊！破破破！杀破杀破！可以呀！哇！哇，这凯隐真的好恶心啊！他秒完 R 出来会隐形哎，这样怎么玩啊？哎，宝宝没了！嘿，我就知道你想干嘛。哎，切开！小蝶，小蝶，你这个走位好骚！哎，干嘛啦？哎，就我赢的局，拿四龙我还秒了对面打野了，你还要这样送，真的没意思。这什么？这好送哦，这好送哦，兄弟你好送啊！一顿，我只是要吸血。对，再打一顿，完了，会死吗？哇，直接秒了啊！没事，赢了。得了，吸血杀到小胜。确实啊，啊这个饭不是啊，这个肾胆就这样，出全胆就是吸血沙包。我从他脸上刮一套，吸个300血，再跳走，拿我没辙。